跑去宝贝啊，他叫你宝贝，谁叫我宝贝？就看530那个。是吗？你叫我宝贝，那我该怎么回复？你也回他一声宝贝啊。是吗？宝宝贝贝，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一辆530 Li 尊享型豪华套装，2020年7月份上牌。行驶了也是仅仅1.9万公里，新车完税价的话是55.02万元，现在我们卡奶时能够帮您节约到大概10万块钱的样子，45.8万元，包含我们两个点的服务费以及送到你3年6次的基础保养，并且包提档、包过户、包上牌，没有其他人和任何的隐形消费了。这台车45.8万元。就是您到手的一个价格，我们门店在那个重庆红星美凯龙二郎店哈，腿真好，我觉得车更好哈，是因为车好才衬托出主播的好。好，这台车的话，您首付到13.74万元就可以开走它。大家都知道，宝马530它主打的是豪华跟舒适。它是一个卡式名的外观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饰吧。